像我这个地方呢，就是已经好了，就是说我泡了大概四五次之后呢，就不痒，就恢复到这个干皮了。因为一直在吃药的话呢，它是一直推出来，所以呢，我现在这个就是已经泡了4到5次以后，这个就完全就干成这个样子，就不会痒，就大概泡第一次以后就不痒了啦。但是那个泡到4、5次以后呢，这个就。你看，就完全就是干皮了，完全不痒啊！它好了以后，慢慢这个干皮就掉光就没了。所以这个艾草加这个沐浴盐去泡呢是非常好的，跟大家分享。希望您能支持 Off Talk 轻松生活频道，赶紧订阅我们，谢谢您的收看。You